编辑编辑，然后第一项编辑打印信息，然后清屏，清屏之后首先编大写字母 BN，然后画点点，然后 PC 20160012，多了一个二。然后行与行的间距，首先看看这里现在是逐字，逐字的话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然后变成逐位了。逐位的话，往下一个一个的移。光标一二，好，一两个，再移回去，再按一下画点，变成逐字。然后再编 MFQ 分号10010，然后点，然后这个时候逐字变成逐位，123。2016，然后逐位变成逐字，然后变成逐位，一格两格 ESP 分号10010点，然后逐位，逐位的话就是往前移两个，然后2019，2019，然后确认之后。